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第一次搬救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了。告诉你个秘密，我一直在做实验，说不定哪天可以研究出来，既可以有我喜欢的事业，又可以同时拥有美好的家庭生活。其实很多男人都愿意多扛一些的，关键是要我愿意。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贤内助，生活上帮你安排好，女主外男主内，两个人在一起嘛，总要有一个人心甘情愿的要过平凡的生活的。就像你找你女朋友啊，不瞒你说，我早就找过了，但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可能开始的时候因为崇拜愿意牺牲，但日子长了就不一样了。我不是一直在做实验吗？只是还没成功，还没有可复制的样本。那你呢？有个愿意封你为宇宙中心的女朋友是不是很爽？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钱你不肯收，我欠你一个人情。记得吃东西啊。去找你呢，来，给你，这给你，这是我写的，上面有所有川白楼的竞争对手，都是老字号，菜做的嘛，是比你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人家的环境、服务、摆盘还有营销，都比你的强。好好看看，我写了很多细节的，后面都写的很仔细的。哦，你专门一家一家去调查了？当然，我可是专业的。那怎么了？喂，小德宝。喂，我看你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什么事那么着急啊？啊，你没看到消息吗？我在群里想组织同学聚会，让他们都来川白楼，有钱的出钱，有资源的出资源，什么都没有的，在朋友圈帮我们宣传宣传也行。哎，还是你有办法。你赶紧回一下，你响应一下我呀。好好好，马上回。嗯，好，等你消息啊，拜拜。你看我干什么？我这个人呢，就是公私分明的。虽然我看不惯你这个人，但是我答应小豆瓣的事情还是会做的，我绝对不会让川白楼没人管的。哦，我还以为顾曼婷说动你来川白楼呢。那倒是没有。我知道你男朋友不同意吗？我是觉得我每天看到你这张臭脸我会折寿。哦，好好看，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问我。我跟你说，川白楼是败在你手上，跟你没完。好看，这么幸福啊，我明天还有鸡汤喝呢。嗯，那你想多了，给我爸熬的。哎呀，行了，别生气了啊。那天都喝了点酒，说的那都是气话，别当真，好吗？哎哎，我说的是气话，行不行？
生气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你特别孝顺，啊，你跟你爸感情好，这你想帮他，我都理解。好了，别生气了。嗯。嗯，真的。哎，你怎么了？不知道，这两天总是偏头疼，不知道是累上了还是怎么着，在公司跟他们开会都得吃着止疼片顶着。不能总吃止疼药啊，身体不好。这是吧？我就知道我老婆还是心疼我的。妈，你看这许浩送你的包。哦哟，拉出来看哈噻。不是，哎呀，哎，不拉不拉不拉，那个包不好贵哟，一看都很贵。那拉出来看一哈噻呀。对呀，是什么？看你喜不喜欢。后背弄个好个包，可不是浪费呀。好看吗？高级哟，是不是？嗯，高级高级。妈，背什么都好看，是不是？背的好看，喜不喜欢？好看啊。好看，女婿孝敬丈母娘的嘛，当然要背起喽。爸爸吃醋了。哎呦，爸，你的徒儿想着你呢。好吃的。成都给我送来的呀。嗯。趁热吃。好好好好，你看。那徒弟都比女婿强。喜欢哈，喜欢，狗的。怎么了？哎，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这个啥子？这个是？锅贴虾膏啊。陈东做的啊。啊。闺女儿似的。爸，哎哎，你走哪儿去哦？安排喽。哎呦，死老头儿真是，还能吃吗？哼，说的都是表面文章，驴粪蛋，表面光。你看，你看，你看，啊，一个厨师就是要有良好的习惯，收拾的时候弄得干干净净，看到都舒服嘛。您别这儿一圈那一圈，你有什么就说嘛。说啥子啊？弄半天都跟我说了，说您吃了我做的锅贴虾膏，当时就吐了，冲出大门来找我，说您很生气，让我别犟嘴，少说两句。就说嘛，怎么不好吃了？他给你打了电话的呀？那我就跟你说啊，你今天做的这个锅贴虾膏很好吃。那你吐了？哎，我要是不这个样子，我出得到门呢。啊！我是不是来这套？我要不那个样子，哼，他才不会让我出来的。我跟你说嘛，我在屋头待到呀，难受的很。我到厨房来，哎呀，这儿咚咚，那儿咚咚，我安逸的很。哎，这个不要向师傅学好。已经学会了。你看你，好事你学不会，坏事你分分钟。您加点热的。嗯。茶都喝白了。回去吧，您再不回去，师娘又说我。陈东，嗯，
我不想给你绕圈子了，我要告诉你，师父生病了，癌症晚期治不到了。哎呀，憋了好久，我给你说出来了，我觉得没得那么恐怖哈。哈哈哈。刚才我坐在这儿啊，我看到这个川北楼，我就想起了以前。川北楼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间小平房做起来的。为啥子叫川北楼呢？因为您师父是百字辈吗？对呀。那个时候刚开业，早晨开门，我站到门口，迎接第一位客人的到来。晚上关门，我又站到门口，送走最后一位客人。为啥子？客人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输不起，我有那么多人要养，我要撑起，我那个面子不能丢。你现在别想这些了。您跟您师兄师父都争了这几十年的气了，现在再想这些，不就是跟自己赌气吗？哼，你个瓜娃子，平时看你好戳戳的，嘿，你说出来的话还真是一针见血。说的对啊，我不是跟你煽情哈。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要让客人认为川北楼的川菜是南唐川菜中最好的，然后一辈一辈的传下去，就像有儿子又有儿子又有孙子，哎，这个样子香火不断。但是很遗憾啊。什么遗憾？没得儿子呀，只有一个女儿，她还不想生娃儿，害得我连老爷都当不成。更不要说川北楼传下去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哎呀，自由惯了，不会像老人咋个想的。哼，当然了，一家店也不可能把你拴住噻，对不对？陈东，我问你，川北楼你到底要不要？我想让你好好活着。你儿子的，老子问东你再回西你。我算了，我走了。过来了，徐浩让我来拿几条裤子，说瘦了，帮他改改。是吧？我怕他吃不好，所以做点东西放冰箱里。好呀，妈，那你也辛苦，你歇会儿吧，我来收。那个他要改什么裤子啊？你告诉我，我来拿。不用了，我已经装好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瘦吗？他最近好像在健身，哎。一个男人啊，在外边
再成功，在家里连个孩子都没有，你让他开心得起来吗？妈，我跟徐豪早就决定了，我们丁克。什么丁克呀？丁克就是说的好听啊。看看看看，这厨房弄的怎么能这么乱？妈，你别弄了，我来打扫，还别手给弄脏了。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赶紧收。我来吧。这也太乱了。哎，我现在网上约一个保洁的上门服务，打扫的特别干净。妈，你看一眼，我都约好了，你别动了，我来我来。现在年轻人谁没事在家天天打扫卫生啊？多浪费时间，对不对？网上约的保洁啊。现在年轻人真是时尚啊，这活儿都让人家干了，日子也让人家过了。这是你做的？对啊。这个吧，都是垃圾食品，好看不好吃，你也没想想徐浩吃得惯吗？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得做点正经饭菜啊。好了，我走了。妈，我送你。不用了，你再收拾收拾吧。啊，嗯，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好。全部的天，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新的民法典都进一步保证了女性由于为家庭付出而获得补偿的权利。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我回来了，给你买个好吃的。你妈早上过来了。嗯，跟我说了，不是过来拿我裤子帮我去改吗？不是，你能不能你妈来之前跟我说一声啊？啊，他想来就来呗，自己家这有什么可说的。嗯，对了，我妈可心疼你了，说给你找了个中医让你去看看。看什么的？我可不行中医啊。不是，嗯，咱就看看呗，简单调理调理。我不用调理，我身体好着呢。去看看吧，好不好？我妈跟我说，你中医可好了，特别难约，好不好？我不想去。哎呀，老太太说你那照片比你本人瘦好几斤，没有什么血色，咱看看去。我也觉得你这两天好像气色有点差，好不好？来吃个苹果。啊，来来来，吃一个。哎，这有座位。你就坐这儿。哎，你们都怀上了哇？你们怀上了？哎呀，我女儿她身体不好，我们都劝她不要生了。看了好多西医哦，都说她这种身体状况，怀孕的话很危险。跟她说她就是不听哟，那怎么办啊？那就不要生了呀。人生要圆满。就要生娃娃，再来我也要生。哎呀闺女，你太了不起了。是啊，那女人不生孩子还能叫女人吗？吴娜婷。哎，来了来了，来快来，神医拜托你了啊。来坐着快。你叫吴曼婷吗？对，顾曼婷。年龄多大？30。那你可以叫闺女不？不规律，你这个这么瘦。最近同房是什么时候？啊？最近同房什么时候？你自己说什么时候？快一年了。嗯。试试吧。前方拥堵的可怕，请大家不要着急哦。老娘现在火大得很，拥堵有什么好怕的？看个破病来回4个小时，疯了吧。曼
晓不晓得海娇是串串最近好火，我们都要排好长队的。哦，你闺蜜不是跟人家认识吗？带我去搓一堆啊。主要是想去看看那个李旭，你懂的啦。要得，安排。曼婷，那你最棒了。啊，那我们等你好消息啊。好，拜拜。天狗。哎，小豆吧。喂，珍珍，你们家男神开的那个串串店实在太火爆了，我们小区里的太太都要去搓一顿。你帮我问问那个李旭在不在，晚上帮我订个位子。放心吧，交给我了。好嘞，谢谢，拜。荔枝虾球，我只是树上现摘的，真的是有一股荔枝的清香味呢。好多人啊！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做荔枝虾球的川白楼，它有200多万粉丝啊！美食家蔡山峰先生在川白楼留下了墨宝，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的，四川菜是全中国最好的。不愧是宝藏的美食 UP 主，连我的直播间都跟着沾光。你看，才几分钟啊，我直播间的粉丝都多了个零儿。哎呀，好巴适呀，我也火了。丽丽，那我们提前庆祝一下，我请你喝酒去。我都跟你说了，莫惦记我，我有喜欢的人了哈。哪个嘛？是不是东哥嘛？就是东哥噻。那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也喜欢东哥，说明我们审美一致。你看啊，美丽配帅帅，我们俩不在一起都天理难容。哎，美丽，哎。好了，那这家宝藏餐厅还有啥子更多的美味佳肴呢？小馆一哈带你们再来介绍，拜拜。啊，太棒了，累死老子了。哎呀，辛苦你了，收工带你去做美容。我去处理一下，我在这等你啊。休息一下吧，谢谢。来，啊，谢谢。让我们来尝一尝川白楼的雪花鸡呢。嗯，咸鲜味美，质地软糯，回味悠长。你不想吃就别吃了，这是干嘛？哎，菜做的很难吃吗？啊？什么呀，陈东，你发什么神经啊？他吃了我们的菜就去吐，什么意思啊？不是，那你也不能在直播里说，你小点声。夏冉，哎，蔬菜啊？哎，干嘛呀你？哎，不许说！那是，快看，快看，快看，我有黑肚子。东哥，长了，长了。长什么？这好多人看见，你看，说你帅，说你帅。厨师长陈东是吗？你刚才说我们浪费食物，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川白楼的雪花鸡呢是怎么一个轮回啊？这道菜叫雪花鸡呢，是四川菜中的分子料理。哎呀，分子料理神不神奇？传说中的吃鸡不见鸡。哎，那我们的厨师长来介绍一下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呀？就是把鸡脯肉捶成蓉，放入碗中，加进清水，
解散以后放进鸡蛋清，吃淀粉，搅成鸡酱，就这样。哎，鸡脯肉单调乏味，非要用分子料理的精神重新整治一番才83。请尊重食物。啊，对对对，我们一起来尊重食物呀。请关注我们的厨师长哦。哎，也请大家一起来监督我哟，爱你们，比心。长了好多呢。哎呀，我们最早都要下周星期四才有位置啦。可以可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订一下哈，几个人？可以可以可以，给你们订去哈，到时候等哈。小丽，哎，把人收拾了。来喽，效果不错啊，这周都订满了。小乖不愧是带货女王啊，谁又能想到呢？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她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不好的。我小时候，我妈都不让我跟她一起玩。我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在北京扎根，还觉得自己过得挺不错的。结果回来看到这些老同学，发现人家个个过得比我好，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财务自由？你笑什么？你觉得我很好笑？嗯，没。我也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本来还感觉自我良好，过着自己小日子，没想到在别人的成功对比下，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王老师，我妈。你妈？我妈已经好几年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了。我接。你屋子里住什么人啊？我好心托杜小雨给你送马桶盖、电饭锅，你。我不在北京了，我回成都了，回来有一段时间了。现在马上立刻跟我滚回来。完了，谁又能想到呢，我妈居然托她学生给我带了电饭锅和马桶盖。也挺好，我解脱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会被他看见了。哦，阿姨是老师啊？她是所有人的老师，她在任何时候都是别人的老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就拼命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我一定要考到北京去，我要脱离我妈过生活。一想到要跟我妈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我觉得读书那点苦根本就不算什么。我觉得啊，有时候很多事儿就像那个雪花鸡脑这道菜一样，事事往往和看起来不太一样。阿姨可能只想用她自己的方法把你留在身边。来了，有什么话我们进屋来说嘛。你别老是做好人，先问清楚他为什么回来了不告诉我们一声，他心里还有我们大人吗？那现在说也来得及嘛，他有嘴巴不用你替他说。我又不想回来。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们啊？瞪着我干什么？
北京混不下去了，没脸告诉我是吧？哎呀，其实你妈的意思是说，你这母女两个啊，就没得隔夜仇，她心里的话早都原谅你了。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不用她原谅我。好好好，是大姨不会说话，大姨呢没有文化啊，不会用词，不要生气了啊，不要生气了，走，有什么事情啊，我们进去说。珍珍，你就少说两句嘛，你妈她血压高，她今天血压都飙到180了。来，珍珍，吃一碗大姨给你煮的腊肉面，香得很。哎呀，有什么事情啊，等娃娃吃饱了肚子再说嘛，快吃吧，快吃。你的工作呢？你在成都做什么？一个月工资多少？是常住还是短期的外派？不要说了。哎，你是？阿姨你好，我是刘思源，陆真真的男朋友。哦，快进来，快进来，来。哎，那个，我是珍珍的大姨，这个是珍珍的妈妈。阿姨好。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快坐快坐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哎呦，不要客气，来来来，先坐，坐下说，坐下说。阿姨，您别怪珍珍，她是跟我回成都的。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男人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我怎么教你的？陆真真没有爸爸，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培养陆真真也是用了心的，不是让她做家庭妇女的。你有能力是你的事情，陆真真现在在成都没有工作，吃你的用你的，就跟附属品没什么两样。阿姨，不是您想的那样，其实真真是找好了工作才陪我来成都的。哎呦，听到没有，真真有工作，比在北京的工作待遇还好，很多人应聘的，真真是百里挑一才被人选中的。哎呦，听到没有，我们真真真棒。都是我不好，害您误会真真了。自己了自己了。还有这个啊，正要走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你。梁总，高新区的费尔蒙酒店明天早上9:30去找于总，公关经理。除了几家餐厅，还有负责酒吧以及酒店的大型 event。Taylor 虽然和金属阁一样，但是工作的要求是更有挑战的，直接跟他们的酒店集团的大中华区老大汇报。我带真真谢谢你啊，上一次欠你的人情算是还了，都是我应该做的，谢谢梁总。什么人情啊？没什么人情，你不会怪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跟你妈说找到工作了，还去找梁清然帮忙吧？哎呀，怎么会呢？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吗？是我不好，总是给你惹麻烦。你可不是我的麻烦。哎，你们晓得吧？哎呦，这个正宫前脚刚走，小三就带着刚出生的儿子登堂入室了。哎呦，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哎呀，这47岁的人长得像27岁的脸有什么用嘛？男人啊，心里都门清。那再说了，那结婚都这么多年了，早就腻了。哎呀，就是呀，老婆呢，可当然是别人家看的好了，孩子还是自己家的好呀。想要拴住男人的心啊，那还是要多生孩子啊，对不对啊？就是。哎呀，来，我来给你们送冰粉了。哎呀，好帅，好帅，好帅！来来来，拍张照。
呀，太帅了！哎呀，谢谢你啊！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OK。哎，谢谢你啊！来来来，曼婷，快快快，给我们拍张照啊！哎呀哎呀，等一下嘛，等一下嘛啊，妹妹。哎，靠紧一点！哎呀，再来一张！哎呀，好看好看的！哎呀，好帅呀、啊！哎呦，谢谢你！常来哦！哎，拜拜，谢谢啊！今天我们一起见一下曼婷，好吧？见我干嘛呀？多亏了你有门路搞到这个位置啊，那要不然我也就每天对着电脑屏幕舔舔哥哥的眼了呀。我说你这个人要不要脸送，你不说是妈妈粉也就算了，好歹也是个姐姐粉吧，你居然管人家叫哥哥。哎，人家97年的，哎，你管我呀？早上贵子啊，早上贵子啊。我生不出来，轮到我了，给我拍照。哎呀，哥哥，哎呀，你可真烦人，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妹妹啊，妹妹，我们旁边让一让啊，让让一让啊，来，多拍几张，多拍几张啊，拍了好多张啊，好多张，谢谢啊，谢谢你啊。哎呦，哎，曼婷呢？嗯，不知道啊。哎呀，你快快快，先吃。嗯，好甜啊。哎呀，哥哥送的冰粉比什么都甜，对不对？喂，曼婷，你在哪里呀？我们拍个照你就不见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徐浩突然让我陪他一起去应酬。哎呀，这个徐浩真是扫兴，你就这么走了，我们还商量了场呢。哎，你懂嘛，老公催我嘛。要不这样，下次再请你们一起吃嘛。好吧好吧，嗯。你是顾曼婷小姐吧？梁清然，走，去喝一杯。好啊，先来6个 shots tequila。好的。这么猛烈啊，你不怕喝醉啊？按照我的经验，多喝几杯，吐槽的时候思路会更清晰，口齿也会变得更伶俐。我们俩不怎么熟的人，不靠酒精很难吐槽吧。怎么样？哎，算到心里去了。哎，你说哈，嗯，这女人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一定要结婚生孩子呀？你不着急，还总有人提醒你，还天天唠叨你说，早生贵子，早生贵子，早生贵子谁呀？长门贵子他妹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做我这一行成天就是在算，但是怎么算都算不过来。有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可以完美平衡的人，要么很多人帮衬，要么花得起钱，要么在其他看不见的地方牺牲，总之就是算不过来。我在20几岁的时候一心搞事业，从来不怕跟男人正面开战，凶得生人勿近。到30几岁的时候，钱赚到了，身材管理也算 OK， 但怎么成功都比不上那些有老公有孩子的。不焦虑吗？不可能。完蛋了我。嗯，像你这样的人都逃不过去，我还有什么活路啊？哼，喝酒吧。
你别喝那么多了。我行。不行，太酸了。哎，有吗？这个人啊，吃不了苦也吃不了酸。